老板，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机器。这机器咋的了？这是两个月之前在你这儿买的。啊，我有印象，我当时我给你刷那个新天下系统的是吧？对，这是那个折叠韩版复制二。嗯，这咋行着卖了呢？我这个单卡用的就是不够用，然后这个折叠屏说实话用的不太习惯。用不太习惯。嗯，当时我就劝你说买一个什么，买一个双卡的，你不信。当时觉得这折叠屏挺新颖的嘛。你想这回想换啥呀？我想这回就给我换一个港版的12 Pro Max 256G 的，然后给我挑个黑色的。港版呐。嗯。行。机器外观、边框、屏幕都挺漂亮的。哎，这是膜是吧？对，这是膜。外观挺漂亮的，我这个后面那个壳，然后加上膜都保护的挺好。但是你要的这个12 Pro Max， 我得去市场去给你拿，我店里面还没有现货。嗯，行，晚上我给你拿过来吧，然后你晚上过来吧。行。来，华健美给这个兄弟找一台港版的12 Pro Max 256G， 顺便挑一台128G 的12 Pro Max 和一台256G 的12 Pro。老板呢，现在呢就把这个机器的串号抄一下。看一下这个12 Pro Max 哈，外观呢非常的不错，电池寿命呢也是100的，还在保，整体可以达到这个99新的标准也不为过。兄弟，这个机器从市场给你找来了，你看一眼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满意是吧？嗯。老板，你再检查一下我那机器吧。你这个不是上午都看过了，应该没啥问题了。机器，你这不是才用了两个月吗？对。啊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非常漂亮，我非常满意。你满意吧？嗯，挺满意的。那好了，外观挺好。这个兄弟哈，两个月之前买的这个韩版刷好国行新天下系统的这个 Fold 二全套的哈，他跟我说这个，现在呢，因为这个要用双卡，所以呢就是忍痛割爱了。一台非常不错的一台这个 Fold 2，全程都带这个保护膜，然后这个保护套了啊，所以机器外观非常新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做这里啊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拜拜。